昨天的那个普通电话，就是第一个电话说了一段之后就断了，然后因为当时问的那个佛友他是初学者，他自己刚开始做一点功课，然后他老公帮他念了一点小房子，他身上有这个蛇精，然后就这种电话断的情况是属于他功德不够，还是说是有那个灵性干预，还是说是完全是我的错？全部都可以，全部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嗯，哦，那就是说一般师父做节目的时候护法也会在，那就是灵性有权利去就是干预那个通话吗？灵性干预通话，护法神只要感觉到师父会被受伤，他就把你关掉了。哦，我问你电话会不会让别人受伤，你告诉我。会的，会知道他气场。对的，好了，生气不啦？对，好了。哦，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嗯。